隔夜的花茶还能喝吗？花茶又名香片，即将植物的花或叶或其果实泡制而成的茶，利用茶善于吸收异味的特点，将有鲜味的鲜花和新茶一起焖，茶将香味吸收后再把干花筛选制成的花茶，香味浓郁，茶汤色深，花茶宜现饮现泡，不能喝隔夜花茶，因时间过久维生素大多已丧失，且花茶中的蛋白质糖类等会成为细菌霉菌繁殖的养料，所以不可以饮用。